他在爬梯上呢，快下雨了，他着急回家，碰到了一个流氓。 19年了，你有本事把杀我妹妹那个凶手找出来啊！你根本就不配当一个警察。每个人心里面都藏着命，他这个命自己心里也知道。常年未破凶杀案的家庭，这种家庭人格能健全吗？你用你的自私绑架我们所有。 吴中，你是不是还狠？祝你生日快乐！那个时候，我们是多么让人羡慕快乐的一家人。快乐吗？